那你现在个人有什么规划吗？拳击结束。哎呦，打穿了，打穿了，今天的第二支安打。好球，就篮球，因为篮球接下来因为新联盟要开季了，他们这次比较早一点。对，我们这次开季，像我在梦想家开幕战是10月19、20，是我今年上场的地方。10月19、20，那也快到了。也欢迎大家来看，对，在我的生日之际。哦，你的生日跟那个……今天大家在休息室帮我们庆生，然后我想说，哎，关我什么事？昨天是瑞尼是前新选是不是？哎，搞白了，打穿了，再一支安打，刘继宏。哇，这个好的手感，真的不选吗？真的三垒手可以考虑一下。哎，这是要换代跑吗？继宏要下来了。哎，为什么？哎，不是，应该是张振宇。花生什么树？刘俊伟。哦，谁要下来换代跑？哎，投手也上来了，发生什么事？现在应该是基宏下去了，等于要换刘俊伟上来代跑。对，对，你要看等一下手背要怎么做调整啊？还是说让张振宇去一下三垒实习一下？就因为二强对吧？对，上一次守三垒好像前年的，说十二强也考虑一下。还有其他不错的三垒手，距离够吗？这个球要看太够，哎呦，掉下来了，这是一支安打，球传到门内之后，门内之后停下来，停，三十二，哇，吓死人了，哇，这个状况很混乱了，对。三垒的跑者突然绕过垒包又停下来，然后一垒的这个刘俊伟也跑到一半哦，结果发生可能在中间卡豆这边有点问题哦，我再继续跑啊。刚三垒就有点刹车的状况，有点塞车的状况，但是有点滑吧。没有，看起来我从刚才那个角度下去，不知道是自己觉得跑不了，还是就像奈可讲的有点滑哦。往三垒跑的这边是地板的错啦，停住了，地板的错。对啊，其实说都是地板错。还说距离不够嘞，结果已经打到全力打墙。来看一下，看这边停住了。哦，对啊，三垒的教练有空呢，有绕垒啊。还好哦，结果是好的啦。对，没错。